往大陆参加歌唱综艺节目《乘风2023》，备受各界关注。平时常常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近况的他，19日在 IG 发文写下520姐姐的告白，请查收。他同时附上一段甜蜜的告白影片，只见影片中的他画上淡雅的妆容，放下一头飘逸长直发，身穿一套白色洋装，全身散发满满仙气。因为这套洋装腰部为挖空设计，让他看起来相当性感。特别的是，他连续对镜头摆出多个俏皮的爱心手势，样子非常逗趣可爱，直接萌翻大批粉丝。影片曝光后，留言区刷了一整排爱心，网友表示已经收到他的告白了，直呼姐姐真的好可爱，已经完全恋爱啦。Bye.